粉红高踭鞋慈善竞跑比赛是由香港遗传性乳癌家族资料库主办的年度慈善筹款活动，主办机构是首间及目前本港唯一研究亚洲人 BRCA 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性癌症，包括乳癌、卵巢癌及前列腺癌的慈善机构，透过这个活动提高公众关注由 BRCA 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性癌症，并将所筹得的善款用作资助本地经济有困难的高危人士进行 BRCA 基因突变测试和辅导。粉红高踭鞋慈善竞跑比赛，希望大家支持 Race with Pink Heels。请支持粉红高踭鞋慈善竞跑比赛。请支持粉红高踭鞋慈善竞跑比赛。